这利己呀，这不直接利己吗？不对呀，这抓四暗客呀，这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二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能打个屁四暗客，怎么不能抓个一饼抓个三饼不完事了吗？要么他就对儿，他不对儿，他要么他就打一张，他打一张三饼不就离机了吗？那打一张三饼糊个二五万。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把他们来了，算上。晕锤锤，还跟我打呗？我可不怕你。马上升二，跳，晕，锤，跳，锤点燃死。游戏结束，我们无敌了。还有谁？插个眼儿啊！跳开翼，晕锤锤，进草丛，吃饼干，征服者正好聚满，跳锤接重锤死。我能让你活吗？这啊，这么点血还敢跑过来，老螳螂！笑他，我这是王者框吗？啊，我这王者微笑，王者的嘲笑。现在是二级，我们四级，现在至少能差了一级半吧。他交闪了是不？倒杯水啊！跳锤重锤，下路好看不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出招吧！
从现在开始，天使的等级将会一直维持住三级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们也不杀他，他在那站着，我们就不杀他。杀他我们掉血，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又没办法打他了，我们就在这 不杀他，就在这等。让小兵把这塔给他耗没就完事儿。现在该我了，塔皮我看着呢，找着呢。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补丁。他们也算上。好，在这一等。没眼儿了，要是有个真眼儿就好了。这波我们收完这波兵回家买个真眼儿啊。破败多少？再收一波吧，再收一波。我又有眼儿了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去打个红的，把红 buff 打了。天使上线了，兵线往回推，一会儿不行我们越塔杀他。我得去打点别的东西，回家了。坏了，兄弟们，让这小子吃兵了。多买两个针眼儿。这小子升到四级了，马上。可恶。Godlike。那我再拿个蓝。我看这奥纳夫也不太想要蓝 buff。回来正好吃这波兵，吃完他在塔下就把他杀了，他不在塔下往这断线。真能忍啊，小伙子！交闪来！那塔下是你待的地方吗？你不回二塔，老老实实的。干啥来了？这是干什么来了呢？我不太能理解呀。把他们也换上。
这个小兵不要了。这小子真能忍耐呀，他居然没离开，我以为他斗地主去了呢。我寻思挂机看别地方去了呢，他居然一直就在这个屏幕，在这个屏幕面前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那里有个针眼，我也不怕这眼没，我就在这等。严阵以待。二塔呀，二塔也没用啊，你这四级你能守住谁呀，那辅助都七级了。这回我们搁这儿插个眼儿啊，在这儿断线。我靠，我靠，来人了。回头塞拉西也可以，我们家的塞拉西也算上。塞拉西好像比你猛啊，是吧？塞拉西比我猛，他能让对面的中单变成五级吗？他不能吧。几个人啊这是。啾啾！哎，野队友们！这是个蓝凯呀！我就是给你点面子了吧。
蓝凯啥呀？没变色呢。他这肯定是蓝凯，他带收割，他就想玩蓝凯。但是他现在变不了，他没到时间呢。他的魂儿肯定是满了，就是他没到时间。天使老 M 了，那你玩天使，你不得受点气吗？天使我能让你好好玩吗？这英雄我能让你起来，那不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吗？玩天使，这是你所必须要接受的，就是憋气。怎么卡了？投降了。下班你来天使，我不来，那玩意儿太憋气，我可不来。任务是最安全的，而且是活25000加。